大家好，我是唐佑欣，目前担任台湾瑜伽体思协会的会长，平常也在帮美国瑜伽联盟的国际教练做师资的培训。其实教学20多年来，蛮多人跟我上瑜伽课，当然包括有一些名人艺人，他们都会希望第一个我的身材要窈窕，再来帮助他的压力解除。更多女生会希望说我肉肉的身材要怎么样消掉脂肪，也问我说我到底可不可以靠瑜伽来瘦身。答案其实是可以的。我把传统的养生功法瑜伽结合现代的运动医疗皮拉提斯相互的结合，去无存精。其实我们练出来的身材是包括精瘦而且修长的，大部分女生希望练出来的线条是不是很壮硕的，所以更重视在深层的肌肉群，包括你的姿势的改变。那这样子的练习也可以让你排除水肿，就像我们的体内环保，让你身体是健康而且瘦下来哦。这次我和康健杂志和 UTA 首度的合作线上课程，帮助一些身材不好或是想要体态调整的同学找到一个更完美的身形调整的方式，让你身材是健康而且可以瘦身的哦。只要你每天打开电脑，拿出瑜伽垫，跟我练习30分钟，相信你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美好的身材咯。喜欢宅在家或是没时间出来上课的同学，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在线上练习哦。